this man as strong as an ox. 你有没有那几条纹？哦，你是说我壮得像头牛吗？壮是有壮，可是有没有牛粗？我是不知道。壮得像一头牛应该是一种夸饰吧？真的有人可以壮得像头牛吗？粗得像一头牛，我觉得是比较夸饰一点。但毕竟牛是吃草，然后可以那么粗，所以代表它的吃肉会更粗，是这样吗？不知道，他应该根本不会想要吃肉。哎，我们今天就来验证这句话，到底有没有办法壮得像头牛一样？带你们看一下今天的对手 ，Go！ 欢迎我们今天的关主靖凯，你好，大家好。我们今天的对手在水里。哦，不是这三只，这三只是背景。牛魔王在泡水。对，靖凯是牛，一只大概多重啊？一只牛大概500公斤左右。500公斤，我刚才200公斤而已。两个半的魔山啊，太恐怖了。他都吃什么长大的？吃草，吃草。哦，哇，他们都吃这个哦。他以后我就吃这个就好。他一天要吃60公斤。60公斤呢？对，60公斤。 然后才700克一个。啊！你要吃100根？现在吃300克。那你们都这样喂，还是他们会自己去？我们会给大家去喂。那他一天到晚要捕捉那10磅？对，他们就是吃饭泡水跟散步。哦，怎么可能强得赢？会往后扯。你手放下去都不把它吃掉。不会。你跟他拉扯一下。哎呦，他会自己咬。他把咬断。他不想浪费力气啊，他只想要吃而已。哦，他生气了，他刚才一声哎，呜。 等下咬我。可是你确定这个行为是可以的吗？他不开心哦。那这些水牛还有他们的作用吗？现在都是在做校外教学跟学校上课比较多。哦，所以就真的只是养着，然后当观光可以看牛。然后寓教于乐这样。他们牛角是粘的，还有一条条。如果断掉怎么办？断掉就散步。而且它原本看起来就好像有非常打过架。它会有那种岁月的痕迹，会有一层一层的。哎。 我们跟我们今天的对手打过招呼了，那我们现在就请靖凯带我们去今天的比赛的战场，来准备来跟牛进行一场比赛，看谁是真的中得像头牛一样。好，没问题，那我们就出发。好，出发。接下来让你们从这边跳下去啊！好，对对对，还敢调皮啊？来，来，不会交通。这里，牛魔王来了。 他们都不会去撞人，这头会啊，这头会。我先闪，不会，这头会。他超壮的，你要怎么？吓谁啊？我们叫他这两天发起，可是他们不同种，因为没有同赛子的方面，但交配的话也可以生下来，也不会。 好，我们到了我们今天的比赛的战场。我们这一关的关主是国元哥。我们今天的比赛对手是那一只牛魔王。你们知道要跟牛比什么吗？想一下，我们今天来到了他的领域。斗牛，斗牛可以斗吗？可以啊，可是会有生命危险。拿一条布来。他真的用猛，他会两。是因为有东西抱不住。哦。因为他的眼睛对不到焦。所以就是你看不清楚一个东西在你前面，你会很害怕。 要不要？我去晃一下。没有，你走过去，他就会喷你喽。不要靠近。有人来看你。哦，好可怕哦。水牛是蛮温驯的。我觉得你不可以当他对手。真的吗？你去，我觉得他那个头这样转过来哦，我直接渡过牛。总之，我们今天呢要跟牛进行一场犁田的比赛。你们看到场地这边？犁田吗？犁田。好，我们来到了牛魔王的领域。 我们就是要在这一块地跟牛比赛犁田，跟牛魔王一起从那边走过来，20公尺看一下谁比较快，撞得像头牛。哎呦，哎，他生气了，警戒了，警戒了。我动一下，他钻几的肉就抖一下，应该是有苍蝇吧？对，他在抖苍蝇。文哥，等一下我们是就要用这个。对对对对。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牛二。牛二。哎，这个叫。这个叫犁。 所以犁就是请你们控制，然后我们就是扛着牛二在前面走，对对对，人又怎么控？挂在脖子上啊，哎，然后手哎，对对对对对，然后就可以走了。靠呀！快走啊！快走！很厉害哦，突然动就很厉害。哎，太深了吧？如果是牛，这是一点点而已。你试看看，先试看看，先试看看。蛋啊，怎么背啊？你手可以往后拉，拉两条绳子。
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哎，对对对对对，有了有了有了，有有有，文哥你唱太浅了，当然比你深一点了。哎、欸，我很强哎、欸，我想不到你们竟然拉得动，很拉不动。理由就是要来帮我们翻土，那这个东西就是把我们土把它翻松哦，这样我们才可以在那个农田里面种植。就一直来回来回这样，对，它一直来回，它一定是从左边把它翻到右边，因为这边是长翻，所以这边很松，所以你们翻得动是还好，如果是这边你们是根本拉不动。什么根本拉不动？刘源哥小看我们，他说我们根本拉不动。那我看看，牛魔王拉得动，拉得动，硬的他也拉得动。你看这个翘起来，被拉断了，只是拉不动，他还硬拉，你就知道他多猛了。他是牛哎、欸，他才几岁？13岁。我们在重训的时候，他还在喝奶。那我们就来比了。来啊，来来来，看一下正确的版本哦，让你们看一下什么叫犁田。我用牛网示范一次给你们看。来，我觉得他很轻松啊，他根本。哦，他听得懂哦。他那个走路跟鬼一样。哦哦哦哦哦。那边，来，来，来，我们先试看看的，不行，我们再三个人一起。你们有听到国元哥刚刚说什么吗？国元哥说这就是翻土，那表示你们刚刚翻的是。我们刚刚在小小的花园里。哇哇哇！对。我准备好了，撞的像头牛。那我们去旁边等你哦。波波准备好了吗？我准备好了。牛魔王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预备，三、二，开始。不行，哇，踩死波波。那个翻的那个土量真的有哎。呀，真的跟牛是很接近。呀。啊、快点啊！啊啊啊！快点，快点！啊！吹，吹！啊！快到了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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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然后面应该是，好 ，OK， 哦，厉害厉害厉害，你超猛的，你怎么会赢我？阻力真的超大的，我以为是拖不动的，你竟然能够走完，你太快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训练还在哦，怎么样？有累，有累哦。ATP 大概40秒耗尽嘛，差不多。你52秒，牛魔王19秒，凶悍，好猛哦。你看他有在喘吗？他现在很热了，波波有什么感想？我觉得如果这土还好走一点就算了，不好发力，因为有时候会松一下松一下。所以你看我都会一直左右晃，因为我们的脚吃地吃不深啊。对，还累，真的，现在腿是有胀酸的感觉，臀大肌那边也是。对，那、啊、你觉得拉的时候哪边很痛？我看你这边都红，就对，就这边会痛，然后跟肩膀两个地方，然后拉完你就有很虚脱。那、啊、你刚刚两只手是抓哪里？绳子，你要抓绳子，你要这样子，对对对对，拉着绳子，这样比较好拖，这样子拖这样。对，然后你最绝望的时候就是你人已经这样子，已经 Michael Jackson， 对 Michael Jackson， 还是不动，还是不动，还是不动。哇，那真的是。耕牛犁田体验，一头牛等于2、4、6、8八个人，我们大概等于两个人吧。准备好了吗？好，准备好了。OK， 开始。走，走。哇，他撞我！来，我的手。啊！走。啊啊！不是，好难走，好难走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来！啊啊！是，来来来，是！哦，好到了哦，厉害！我靠！金凯怎么样？哇，跟看牛走很轻松。伟哥盖伊厉害吗？厉害厉害，能走完了，觉得超强的，太强。这个我也没办法走。盖伊怎么样？哦，不是很难，很难找到失力点，因为他们牛真的是有四个点，我们两只脚会左右晃啊，很难踩到一个很好的发力位置。
S， 真的有翻起来吗？有，真的有翻的、啊，成功。我等一下还要帮你们翻回去啊。我脚好软哦。哦，那个一下把全身的肌肉都弄出来了。啊，你很快、欸啊。怎么样？36秒。哇，撞得像头牛。对啊。我脚没力哎、欸。那个真的要很用力。要很用力啊！我已经快趴到那个地板上了。你不要抓绳子，这样扣着比较好踩。现在好累啊。啊！你还没到，没有开始，你在累。但我听你们讲完之后，我现在脚都软软的，是真的很累。但我觉得你有机会，所以我36.65秒，这次的牛老大23.74秒，看来是累了，累了。第二组有力竭，哎、啊，我们就看你的表现了。你是唯一今天有机会突破牛的人，我愿称你为牛人。怎么样？有没有信心？就要是他有信心，不会，他不会摔倒，不会摔倒。我觉得他会倒一下，然后再起来。哎、欸，你胸肌有苍蝇，抖一下，他也会抖一下，你看。好，第三场比赛，药师准备好了吗？好，牛魔王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预备，三、二，开始。Go， 来，过来，来，送牛哎、欸，来，来，药师 ，Go， 来，来，来，好难踩。没办法出力，你那一拉都可以拉很远，还算蛮强的。药师怎么样？有什么感想？真的累。那你的对手呢？他今天连比三场，太强了，他感觉完全没有在用力。你看一起来就开始吃，他已经在吃草了。公布成绩，42秒。我看你离田不是直线的，你是你就晃，不是因为我脚踩不到中间那条线，太窄了，踩不到实地的感觉，没有脚踏实地的感觉。对，而且你刚刚跑去撞牛，你知道吗？你跑去撞牛魔王，我刚刚有点想要骑上去了，我希望他帮我一起。他怎样？现在脚怎么样？还好吗？暖暖的，有一种深蹲练完五组，已经练完要回家的那种感觉。喝一杯乳清蛋白的感觉差不多。讲到蛋白质，我选择 My Protein 来补足我一天蛋白质的摄取。除了有多种口味的乳清饮料，还有种类丰富的蛋白质点心可以选择。目前 My Protein 官网正在进行台湾站6周年的活动，有很多优惠折扣。输入盖我的折扣码 MYPGY 可以打56折。但是大家先别急着购买，先把商品加到购物车就好。因为8月8号晚上6点到8月9号晚上6点，输入折扣码 MYPGY 可以来到44折，是这次活动最优惠的时刻。8月9号晚上6点到8月10号午夜12点，则是45折。如果错过，最晚到8月13，还有全站49折。见我们下期如果需要补货，不妨就趁这次的活动喽。三剑客的终结，一个人完成不了的事情，就三个人来完成。牛王，我们一定可以干掉你的。不用觉得你抖肚皮有多差，我们会抖胸。没错，一头牛等于8个人的工作量。假设我们一个人第2个人，我们就有6个人。我不相信我们有6个人。我也不相信他有8个人，我觉得他超过8个。哎、你算计是不是？有了，12个。好，12个。哦，有了。哦，还赢了，还偷跑。好了，三剑客准备好了没？准备好了。计时啊，牛王准备好了没？好了。好，预备，开始。手拉紧 ，Go！ 超了，看，哇，太快了，快，再来。哇哇，超深的，我们都很快嘞，很深啊，有深，对，有深，跟牛一样深的，哦，赢你了，是你在叫，他在叫，可以吧，哦，他好温暖啊，他真的好热哦，他超烫，我们三剑客秒数怎么样？现在公布成绩，三剑客12秒，耶，我们的牛王。23秒，他最快19秒，平均最慢24，他就差不多20秒左右。20, 我们12秒、我们怎么样都屌虐他。我们问一下国元哥，真的有差的深的吗？对，有差，真的很深，真的跟你一样重。他有8个人呢、我们就3个人呢。那、我知道怎么会赢了，因为我们有6只脚。对，有6只脚，我们6个人不会晃。脚很强我觉得人如果有4条腿，应该不会比多差。
刚刚牛闹了一点小脾气耶。哎，怎么了？他都没有走哎。哎，为什么？他在看你们表演。哦，他先看我们表演，所以他放水。就算没有放水，他不可能就是不可能。我们六条腿。对。Yes， 我们今天最后有成功把牛给 KO。我们牛王很不服气的在旁边，多吃一点。多吃一点好不好？你去站在他旁边再跟他讲。我不敢站在他旁边。我们今天也算是印证了两个谚语吧，撞得像头牛，哎，达成。然后第二个是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，达成。我们只差一个谚语还没达成，要靠等一下离开的时候，谁喊偷班鼓，偷班鼓。对，我们等一下挑一集，就回去的时候带回勇。人家还在这边呢、啊。那我们今天赢了，有没有什么奖品？赢了牛王嘛，那牛吃草可以那么壮，所以我们今天要跟他吃一样的东西，就是吃牧草做的冰淇淋。哦，冰淇淋听起来蛮香的，很像中药味混合，清爽消暑的。吃了会壮，你要吃一吃啊。还想问一下，就是靖凯，我们这边园区有哪些地方是可以来玩？我们这边哦，主要就是可以进来喂牛，夏天的时候可以帮水牛洗澡，然后帮那个你们想牵走那只小黄牛。所以这边可以洗牛，然后喂牛，然后帮牛梳毛，对，还可以体验犁田。就想问一下靖凯跟博文哥，就当初怎么会想要建这块地？建这块地主要是因为阿公以前是训练牛，他爸爸有跟阿公一起学到的。然后前几年他去参加一场活动，帮人家牵，牵着觉得很好玩，所以他说找人说邀过博文一起来成立这个牛棚，做一个寓教于乐的场地，让学校团体认识农业跟农村。用牛粪去做很多的体验，然后体验犁田。牛粪可以盖砖，可以画画，可以当面膜。哎，熬卤菜不是药师，药师需要我吗？厉害，动物界的火山泥。那个身体不均匀，要搞一下。我等下整个人泡进去，在菇菜里面，像史瑞克一样。他讲的哦，他讲的哦，他也讲到哪里？棒。好，那今天呢，非常感谢靖凯跟我们国恩哥带我们体验雷产，一生中可能都不会体验到的事情。未来呢，有想跟我们三剑客挑战各种辛苦劳力活，都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给我们。我是健盖一，药师靖凯、国恩哥、波波，下次见，拜拜。哎，是从这里来？哎，好，要从那边到吧。补充冰淇淋，哇！太厉害，假钞了。